是古代的酒，还挺上头，果然喝酒误事。皇甫连雪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是。你昨晚说你要回去。我可是穿越过来的未来人，我活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，你现在要是不好好珍惜我，说不定哪天我就穿回去了。按照剧情发展，我迟早要穿越回去的。不管未来在哪儿，眼下你在我身边可好？薛姑娘，是我，开门。打扰了，那个，你就当我是在梦游，我没来过。